其他支持者呢，则是要来现场把其他空地塞满。国瑜是300摊位进驻，准备迎接明天大批人潮，搭上这波寒流发大财。那这一次的摊位来自全省各地，那我们的号码牌现在开始贴了，贴完之后摊商就可以开始进来。人员忙上忙下，主舞台转播荧幕、音响设备如火如荼搭建，将在28号晚间8点完工。哦，从25号就赶工到今天这样子，等一下就全部都要测试完。大荧幕差不多现在目前是8个大荧幕，就是500寸的 LED 墙一座。韩国瑜29号台中造势大会，主场地6公顷，国瑜夜市2公顷，两个场地周边市政路、市政南一路、龙德路、黎明路实施交管，警方出动320人警戒，场地可容纳24万人，但主办方力拼50万人气势，预估场地周边街道将会被挤爆。我想我们明天除了中部7县市以外，来自于全台湾，甚至于在国外的朋友都会回来哦。所以明天仔是风雨无阻了，有天公伯啊，我们当如何了哈？这50万人哈，从四面八方来，那我们也怕场地不够大，中彰投大家一定都会聚集。严家父子挺韩到底，强调29号台中大造势，象征蓝营大团结。国民党各选区立委候选人也会全部出动，选前倒数黄金周，蓝阵营把握时间催票，期盼50万韩粉支持者走出来。这连家庆、谢云珍台中采访报道。